果十分满分嘅话，我觉得自己系十二分乐观咯。大学一年班嘅时候啦，咁我就唔小心撞到道门，脚趾弓就断咗架。但我觉得佢会好咯，我坚持系唔睇医生嘅，因为我觉得咧佢会好。好翻未？未。乐观咁相信 ，believe in yourself。我是 Karen 胡敏芝。